好 ，Animax 双声道盛典，那里可是聚集了全日本的精英，今夏追番，中文配音，这是骗人的吧？这是真实的，人气动画大集合，陈导们，最亲切的配音，别人说的正开心的时候，就突然砍过来，给你一个最疗愈的盛夏。我们忍了这么久，终于算是被满足了。更多中文配音相关资讯，快上 Animax 官方粉丝团查询。小王子。